好，我是幺妹。今天一大早有粉丝在私信我说，他说幺妹你去台湾还习惯吗？然后也有本地的人跟我讲说，那你到台湾来生活还习惯吗？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非常习惯。第一，他们的语言是相通的，我们都可以说中文。然后第二，就是这边的饮食也是吃米饭，然后跟内地很多地方省份的，就是跟很多省的饮食都有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就是不用说要去讲什么英文呐，或者是其他语言的，不用。还有一点就是这边的环境卫生特别好，你在大马路上面根本看不到垃圾桶。我跟大家说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去云岭，结果我那个垃圾袋我就懒得到下面去丢，因为它是那个仓储剩下的那个垃圾，后来我就说那我拿到外面去丢好了，结果那个垃圾袋就一直到云岭到朋友家就一直没有找到垃圾桶，因为这边垃圾分类是很清楚的，所以说最后那个垃圾袋我就带到几十公里外去到朋友家里面丢掉的。第二点就是在公共场合他们说话都是非常小声的。第三就是这边的人习惯把对不起谢谢这几句话把它带在口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一天去菜市场，就是有一家包子店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排队嘛，然后突然有一个阿姨就不小心踩到我的脚，然后她就一直讲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然后已经连续说了几次，我心里面想干嘛要那么说那么多次，说一次就好啦。然后我也没有说不好意思，也没理，因为我在思考说在我们那边才不会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干嘛要说那么对不起，好像很大的事情一样。然后我又回过神来说没有关系啦，就踩到脚而已嘛。要是在我那边的话，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很少会说对不起对不起，顶多会说不好意思。但是你仔细想想，不好意思和对不起听起来还是对不起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边的文化跟我们那边的文化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里生活会比较舒适，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。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哎呀，感觉台湾很乡下的样子，房子很旧哎。我想说的是，你把这个房子搬到80年代之前看一看好了，再把我们那边的农村拿到这边来比较看看好了。没有真正在这边生活过，请不要在这里说这边很乡下。还有人说这边发不发达，为什么那边的房子看起来旧旧的？我想说这边有高楼大厦，我们那边有高楼大厦，我们那边也有旧房子，也有80年代的房子，知道吗？不可以拿来相比，要比就比好的，对不对？难道你居住的地方都很繁华吗？每个地方都有钱的人，也有没有钱的人，也有繁华和不繁华的地方。大家说，我说对吗？